再加一些其他的羽毛啊，都是可以被接受的，所以小朋友可以自己发挥创意看看啊，比如说你想要帮他加一些羽毛哦，加一些质感哦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如果吹干完了，你可以翻面哦，因为另外一面呢也是空白的，你可以再做一次创作，那你可以用全新不同的色系，那基本上这样你的袋子就完成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设计完的袋子，那如果啊小朋友啊有其他的想法呢，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这个袋子上面哦。这个袋子有两面，那就谢谢大家咯。